一个字不要卷，第二个字不要卷，第三个字要卷。好，第一个字不要卷，不是叫你念这个啦。你还攻第四首，预备，请。来，第四首。您这个专辑有新的特色吗？哇，你内行的。我这个哈，我这次的活塞里的专辑叫电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啊，是电音还是电晕？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叮叮叮叮叮叮叮咚咚叮叮咚咚。慢慢唱华语歌曲。华语。主今麦开始你爱讲国语。啊，哎，阿叻，你是讲真的还是假的？讲真的。我要跟你讲哦，雷一哥，国语，我跟你们大家说哦，雷一哥哈，他说国语跟唱国语哦，比外国人唱台语还要好听。内行的。嘿，因为我最喜欢他一首新的国语歌，那也没事，放的是国语。嘿，最喜欢他一首国语的新歌。什么名字？叫那个名字叫做那有你就好。哎呦，哎呦。哇，我在 follow 呢。那个是我第四首里面的副歌。你是第四首的副歌。四门卷舌。第四首。不是首要卷舌。第四首。不是。你是派出所。真的派出所。那个第一个字不要卷，第二个字不要卷，第三个字要卷。好，第一个字不要卷，不是叫你念这个啦。你还攻第四首，预备，请。来，第四首。您这个专辑有新的特色吗？哇，你内行的。我这个哈，我这次的活塞里的专辑叫电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啊，是电音还是电晕？您是拿电晕？您是拿电击棒唱歌吗？电音呐、啊。哦、oh, ，对啦，电音呐，懂之懂之懂之，那个是我姐姐，谢金燕是我姐姐，我是她哥哥，你弄错了，非常的难得，我在演艺界二十几年，头一次唱华语的专辑，是，拜托乡亲再给我批评指教，我再听看麦，听一拜就掉，破声来给吹落去，好犀利，谢谢。